醒来以后和我联系，一起吃早餐。 睡得好吗？还可以。哦，对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都给你拿了一些。挺好的，谢谢。快吃吧。好看吗？好看。 我也是这耳环，顾博士，昨天谢谢你照顾我。没关系，都是小事情。顾博士。 你今天有安排吗？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？好啊。咱们这是去哪儿？ 很快就知道了。《甜蜜的你》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 你看。
1998到2014。2014，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是沈迷回国的日子。这儿的风景真是不错，如果能在这里生活的话就好了。顾博士，看来你挺喜欢这里的，想在这里生活。如果能在这儿生活的话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顾博士，嗯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说吧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不想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沈秘。放心吧。